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礼敬帕格瓦阿拉汉，正自觉者。各位尊者、尼师、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上一讲，我们学习了戒，学习了戒的定义、戒的语义、戒的分类，以及专门讲了巴蒂穆卡律语戒、根律语戒、活命变境戒和知即依止戒这四类戒，然后再讲了戒的功德。那今天我们将进入作为清净之道的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是讲定。因为整部清净之道讲的是戒定慧，但是讲戒的部分只在23章当中占了2章的内容，那剩下的21章都是在讲定和慧，定又一共用了11品的内容来讲。那所以我们可以说清净之道它主要是讲的可以称为止观之道或者定慧之道。那接着我们就将来讲定。定，什么是定呢？在论中这样讲，果什么提的，古萨拉吉德嘎嘎达什么提，定的巴律叫做什么提。书中就这么讲到，善的心一境性为定。这里讲的心一境性是定的译名，在52种心所里，定属于变一切心的心所，就是一切心都会出现的心所 Jetasika。 但是他在这里是讲到的是善的一境性，因为一境性可以出现在不善心中，可出现在果报心中，在这里特指善的心境性。那定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以何意为定？以等持之意为定。等持巴利叫做 Sammatthana， 所以 Sammatthana Thena Sammatthi。 什么称为等持呢？心与心所平等并完全的保持安置在一个所缘上。所以等是指平等完全的，所以 Samman Samma， 然后持是保持维持，心完全维持在一个目标上，也就是说心处于完全专注的状态，以该法的威力使心所以以该法的威力使心平等并完全的不散乱不杂乱的伫立在一个所缘上，当知自己是等持。所以说等持就是平等完全的维持，意思维持在一个目标上。所以古代也把定翻译成等持 Samadhi。 通常我们都用 Samadhi 来讲定，但是呢定在经典中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名字，这些不同的名称都有利于我们来理解定，
同时，如果我们了解了定的真正意思、意义之后呢，再用在实修上，用在培养定力上，也是很有帮助的。定三摩地，古代翻译成三摩地，或者翻译成三昧，它是由Sam 再加阿塔那组成的，所以 Sam 是完全的、正确的、平等的，阿塔那是保持、持有，所以心平等的、完全的保持在一个目标上，称为定 Samadhi， 也可以称为 Samatana， 它是 Sam 再加阿塔那，所以也是完全的平等的、正确的保持持有的意思。那有时候入定我们可以称为三摩巴地，三摩巴地古代翻译成三摩波地，就是三摩巴地。那三也可以翻译成等，然后阿巴地是智。如果从巴利语的语法来分析，是 Sam 再加阿巴地， Sam 是完全的，阿巴地是已经进入了，已经到达了。那心完全的进入目标，完全的到达目标，这就称为等智，也就是入定的意思。所以这一入定我们讲到的进行定叫做乌巴加拉什玛巴地，安止定叫做阿巴那什玛巴地，所以这里的什玛巴地是入定的意思。还有另外一种名称叫做什玛希达，什玛希达它的原型是什玛达哈地，什玛达哈地是心的集中、平静、安稳。那它的过去完成时就是已经集中了，已经安定了，已经平稳了，所以叫 Samahita。 或者说 Samahita 它也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就是是拥有定力的，已经有定力的，或者已入定的。另外一个呢是心已静心，是 Jitekakata，是由吉达心再加一个专一，一个跟阿嘎是最高或者一点，它是状态。那在这里它是讲到的阿嘎是指一点，那或者说一个目标，心只有一个目标的状态，也就是专注。所以心只维持在只处于一个目标的状态，就称为心已静心。心已静心也就是定。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来去理解定，是止。我们说修止观，止巴利叫 samatha，古代翻译成史摩他，其实真正它的音叫做萨玛特。为什么称为萨玛特？它是由动词萨门地，萨门地是止息、平息的意思。阿詹尼卡塔梅萨门地的萨玛托，令诸敌对法止息为止，所以止息就是把它平息下来，把它止息下来。什么平息什么呢？平息敌对法。什么是敌对法呢？是指五盖等烦恼，让心平静下来，止息种种的欲贪啊、嗔啊、昏沉睡眠啊、调举追悔啊、疑啊等这些禅那的敌对法，心平静的敌对法，让它止息下来，就称为止。那另外一种是禅那，禅那是音译词，它的巴利叫做刹那。刹那有两种意思，一种呢是
อารมานุปัฏนิชานะโตฌานังอารมานะ是专注心就一直都很专注乌巴查阿拉曼那是所言就目标乌巴尼查那都乌巴尼查那是专注所以心高度的专注目标就称为查那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呢巴扎尼嘎查那那都哇查那巴扎尼嘎是敌对法以及种种的烦恼那查那那查那那是它的动词叫查班那是烧烧尽敌对法烧毁敌对法称为查那所以呢查那这个是从它的音叫乌巴尼查那的查那是指专注或者说查查那那或者查班那的查跟那加起来就它意思是烧所以以专注的意思称为禅那或者以烧毁的意思称为禅那所以禅那它音意思意思就是这么样那从定的这些不同的名称来说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心专注啊心专注一个目标一个所言或者如果从止来说呢心是处于止息烦恼让心平息平静的状态它都有这么样的一种共同的意思那所以我们了解了定的不同名称之后再用在禅修上应该怎么样想要培养定力心只有一个目标不要有很多目标不要因为想这个也会想那个如果是叫我们专注呼吸就只是专注呼吸如果是修慈心就只是把心放在慈心的对象做什么就投入做什么心只要有一个对象就好这样的话才能够培养定力那接着我们再来讲定的特相作用现起足处定的特相或者它的特点是不散乱阿维克巴拉卡诺不散乱成为定这它的特点那作用呢是散乱的破坏就是它能够破坏散乱阿维克巴维塔姆森纳现起就是它表现为不动摇心的不动摇阿维甘巴纳静音是乐属克这个我们在昨天讲到了因为有愉悦才有喜有喜有清安有清安就会有乐有乐才有定有定才会有如实之见如果我们知道了定的静音那换言之就我们应该要培养快乐的心情要身心愉悦快乐这样他才能够更好的培养定力如果老是心又很苦又愁眉苦脸的那你想要培养定力就很麻烦下面我们再讲讲定的分类定如果用一分法来分不散乱为定所以所有的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散乱如果从二分法来说一种是进行定一种是安止定进行定乌巴扎拉萨玛提安止定是阿巴那萨玛提进行是什么意思进是接近靠近行是走走进靠近的定靠近什么靠近禅那就走近靠近或者说跟禅那挨得很近的定力称为进行定那安止定阿巴那的意思它是心的投入
完全的投入，这阿巴那和阿巴那，它也是寻 vidaka 的一个译名，就是另外一个意思。那 samadhi 是定，这两种分法呢，进行定还是属于欲界定，因为它是由欲界心路来完成的。但安止定有两类，一类是色界定，一类是无色界定，它都可以称为安止。但是一切定都会有，它的之前都是有进行定，初禅也有进行定，第二禅也有进行定，第三禅也有进行定，第四禅也有进行定。但是初禅、二禅、第三禅、第四禅都属于安止定，它之前的定就称为进行定。当然呢，也有另外，是只能属于欲界，但不能够证得禅那的进行定，例如修佛随念，它只能够达到进行定；修四界差别，也只能够达到进行定。所以这一类是属于进行定，那能够证得禅那的就称为安止定。进行定通常不能称禅那，但是安止定可以称为禅那。第二种二分法是世间定与出世间定 Lokiyo Samadhi 跟 Lokutaro Samadhi。 世间定包括进行定以及八种定，四种色界定，四种无色定，所以这些是世间定。出世间定也有八种，它是四种圣道跟四种圣果，当然四种圣道通常它是一刹那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称出世间定多数是指果定，但由于道心虽然一刹那，但它也是可以称为定，因此呢，出世间定是以果定为主的，取涅槃为目标的。所以世间定的它的特点是可以起概念法，或者说有两种无色定是起究竟法，但出世间定的所言，它的目标只有一种，就是涅槃。也可以这样说，出世间定是特指圣道心中的心一境心所，也是可以。而另外一种二分法呢，是有喜定和无喜定 Sabbidika 跟 Nibbidika。 有喜定是在一种定中它有喜心所，有喜心所的定它有两种，初禅和第二禅。无喜的定就是第三禅和以上的定地，没有喜心所，没有逼定，因此就称为无喜定。又可以从受来说，可以分为乐具定和舍具定 Sukha Sahagata 和 Upekha Sahagata。 乐具定，这里具 Sahagata 是伴随的意思，伴随之乐，这里的乐是乐受，也就是说在一种定中它的受是乐受的。从四分法的禅那来说，初二三禅都是乐具定，第四禅和无色定属于舍具定，因为它的受是舍的。如果从五分法来说呢，是初二三四禅是乐具定，第四禅和无色定属于舍具定，这是从它的受来说。另外一种三分法，把定用三分法来分，是有寻有思定 Savitaka Savijaro。 第二种呢是无寻无思定 Avitaka Vijaramato 跟无寻无思定 Avitaka Vijaro。 有寻有思定这是属于初禅，无寻为四定，这是五分法的第二禅。
无寻无设定是五分法里面的第三禅、第四禅、第五禅。如果无设定也算起来的话，无设定都属于无寻无设的定。从它的受以及喜的分呢，是也可以分为喜聚定、乐聚定和舍聚定。喜聚定是初禅、第二禅可以称为喜聚定，第二、第三、第四禅都可以称为乐聚定，然后第四禅以及无色定可以称为舍聚定。这里的聚是伴随着 Sahagata 伴随。另外一种三分法是微小定巴利多、广大定马哈嘎多跟无量定阿巴玛诺。这三种是依所缘来分的，欲界的所缘称为微小所缘，所以欲界的定它可以称为微小定，而色界、无色界定，他的心是成为广大心，所以可以把色界、无色界成了成为广大定。无量定是以道心相应的出世间定，由于涅槃这种所缘成为无量，所以可以成为无量定。那接着我们再看四分法。四分法这可以从修行以及成就来分，一种是苦行道持通持通达 Dukkha Patipatto Dhammata Pinyo， 第二种是苦行道速通达 Dukkha Patipatto Kippa Pinyo， 第三种是乐行道持通达 Sukkha Patipatto Dhammata Pinyo，第四种呢是乐行道速通达 Sukkha Patipatto Kippa Pinyo。 这四种分法可以依人来分，而且呢这四种分法可以通以一切禅修者，可以通在修定的时候，可以通在修观的时候，可以通在证悟的时候。那这些应该怎么样来理解呢？苦行道持通达，这里的行道是指修行，通达是指证悟，是指成就。苦是很辛苦的，持就是很慢的，那乐呢就是很顺利的，很轻松的，而速呢就是很快，很快的。所以我们把这四种修行这四种分类呢可以这么来理解。苦行道持通达就是有一类人修行修得很辛苦，而且呢成就也很慢。那苦行道速通达呢是有些人修行修得很辛苦，但是他成就很快。乐行道持通达呢是有人修行很轻松，但是他成就慢。乐行道速通达呢是他修行很轻松但是他通达也很快，成就也很快，所以就有这四种人。那在定的分类，就是培养定力的时候呢，其中的行道是从最初的专注开始，直到升起各个禅那的进行期间，持续对定的修习称为行道，就是他的修行。那通达呢是从进行开始直到安止期间转起之慧称为通达。这句例思是怎么来理解呢？有一些人在培养定力的过程中，他从开始专注，我们说以呼吸为主，专注呼吸，一直到他的禅相变得很稳。在这段期间，
如果呢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有些人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那这样他修行很多障碍，就成为苦行道啊，修得很辛苦。但有些人禅相已经稳的啊，他已经开始专注禅，稳禅相，这个时候他很可能是真的进行定。然后即使他的禅相很亮很稳，但是他的心还是很多杂念啊，他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证得禅那。所以到他证得禅那那个时候就称为通达。那自从专注禅相到他证得禅那这段期间，如果很久的话就称为持通达。那如果说他虽然有些人他就是他一直都没有禅相啊，心也是很多烦恼啊，然后很多妄想啊，有禅修很昏沉啊，但是一旦他有了禅相的时候，他禅相就出现得很快很稳，就他的禅相就出现得很稳很稳，然后他一专注的很就可以很快就进入禅那，这种就称为苦行道受通达。那有些人他一闭上眼睛啊，很快他就会有朦朦胧胧的光，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可以有很稳的禅相了。但是呢他一直都还是很久，他的心没办法很专注啊，老是有很多干扰或者很多杂念，这种呢就称为乐行道持通达。那有些人他就是乐行道受通达，就是他修行可能一到禅修营或一到的禅林不到一两天他把身心一安顿下来就有禅相了。有禅相了之后呢，叫他一专注禅相，可以可能一两天就入禅了，这种就称为乐行道受通达。所以就从修定来说可以分为这四种人。我们还可以从破除障碍来说有些人修行很多障碍这种称为苦行道，有些人修行没有障碍，这个称为乐行道。有些人修行他很多障碍，而且他修行也很慢这种就称为苦行道速通持通达。有些人他很多障碍，但是他障碍一排除掉，他很快就可以修行修上去，这称为苦行道速通达。那乐行道呢，就是有些人他虽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他修行一直在修不上去这种就称为乐行道持通达。有些人他又没有障碍，他修行很轻松就上去了，这个称为乐行道速通达。我们还可以从修止观来分这四类人，把行道在是当成是在培养定力，把通达当成在培养观智。有些人修定修得很辛苦修观也修得很辛苦，这是称为苦行道持通达。有些人修定修得很辛苦但是他修观修得很轻松他要起观很容易，一旦他的定力培养起来他修观很容易，但是他培养定力的时候然后就心一直都没办法专注。有些人修定修得很好，但是一旦修观就碰到很多问题的他的可能智慧不够所以变成说在修观上很难起观或者观照的不清楚，但是你叫他入定他可能坐在那边好几小时甚至半天一天他都没问题，但是你叫他修观他就没办法看清目标，这也有这一类的人，这类就乐行道持通达。那有些人修定 也很轻松修观也修得很快，这就是乐行道速通达，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可以当成是在修行跟证悟来说的。有些人修止观修得很多障碍但是当他观智成熟的时候他要通达，就是他证悟也是很慢。有些人就他修止观修行的时候修得很辛苦，但是一旦他的观智培养到，他很快就能够上去。有些人他就修止培养定力也没什么问题，修观培养观慧也没问题，但是呢就是他
到行止智的阶段了之后，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没办法证悟涅槃呢，这个也可以称为乐行道迟通达。然后乐行道速通达呢，就是有些人他修止观修得很快，然后一旦他修到行止智，他很快他就可以证悟，这就称为乐行道速通达。所以对于这四类人，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理解它。最好当然是乐行道速通达的，但是呢问题现在我们也要在禅修的时候也要先掂量一下自己的根性是属于哪一种。如果是很不幸是属于苦行道迟通达，那也还是要拼啊。还有另外一种四分法，是欲界定、色界定、无色界定和无所系定的。欲界定是指进行定，色界定是四种色界禅那，无色定是四种无色界禅那。那无所系定，它是指初世坚定，因为初世坚定它没有任何的烦恼，可以称无所系定，或者是称离系定。更普遍的分法是初禅巴塔曼查能，第二禅多地央查能，第三禅大地央查能，第四禅加多汤查能。这里的初三四禅可以包括四界禅，也可以包括无色界禅，所有的无色界定包括在第四禅当中。所以当佛陀在解释正定的时候，他用的是这四种分法，但这四种分法它其实已经包括了无色定在内。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四种禅那包括世间定和初世间定，因为每一种初世间圣道心它都跟某一类的定相应，所以也可以说这四种分法包括世间定和初世间定。也就是讲的是五分法，五分法是依禅支来分的。初禅巴塔曼查能有五个禅支，行识喜乐一境心。第二禅有四个禅支，即四喜乐一境心。第三禅有三个禅支，即喜乐一境心。第四禅有两个禅支，是乐和一境心。第四禅有两个禅支，是舍和一境心。这是定力的分类。那想要培养定力，应该首先要破除种种的障碍。修定有哪些障碍呢？在论中就讲到有十种障碍。第一种是住家住所阿瓦索，这里的住所包括寺院，包括寺院是指如果有些寺院太新，经常有很多的工作，这样的住所也不适合居住。有些住所很旧了，经常要修修补补，你禅修一下雨的时候又漏雨又刮风之后门窗又破了，那这样的话呢太多修补的工作也不适合。或者说有些人他对于住所太过执取等等，这个也是一种障碍。当然呢，如果说一个人他对于住所他完全没有牵挂，没有执取，那么这个是很好的。第二是家族孤立，这里的家族包括自己亲戚家，还有包括施主家，就是护持的家庭。如果说出了家了之后还有很多亲族的牵挂有一会要担心父母，担心自己的儿女担心自己的姐妹担心自己的兄弟那这样的话呢家族也是一个障碍或者说有些出家人他太过多护持的
的人的啊，今天很多的信徒来拜啊，今天很多信徒啊去做供养，这样的话对禅修来说也是一种障碍。第三是利德拉波，为什么说利德也是一种障碍呢？因为如果一个人福报很大，很多人供养，那这样的话呢，就他从早到晚啊，都很多信徒、很多施主来啊，他一天到晚都披衣应酬，这样的话，他怎么有时间去禅修呢？或者说呢，根据戒律的时候，如果施主他供养了，他想要啊，你送护卫金啊，想要你开示啊，那你一天到晚你都要讲经开示啊，去做祝福，要诵经，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障碍。第四是学众孤纳，这里的学众是指弟子。如果一个人的弟子，这里弟子是出家弟子，出家弟子太多啊，经常要教他们啊，要教他们戒律啊，教他们经典啊，教他们论啊。啊，叫他们背诵啊，然后他们，如果不懂的又要问，那如果弟子太多，对禅修也是一种障碍。第五是工作干嘛？工作呢是指，如果你在寺院里面，你太过多的责任，例如修建建筑的工作啊，或者你负责管理人啊，你负责办公室啊。特别现在如果你负责电脑，你一天到晚都忙于工作，这样的话对禅修也是一种障碍。第六是礼行阿塔那，礼行呢是你喜欢去朝圣啊，你喜欢去到处参学啊，或者说你本来你的心就不能够在一个地方安住啊，你住了不到一个月啊，你的心就想跑，那你的心都不安稳，你怎么样培养定力？所以礼行也是修行的障碍。第七是亲族压地，这里的亲族它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叫同门师兄弟，而不是说第二种家族的。这里的就是如果你有很多的同门师兄弟，那你又有很多的师父，那这样的话呢，你未免就会同门师兄弟之间要聊天呢 或者这个生病你要去照顾他，那个生病你要去照顾他，他就会对禅修造成障碍。第八是疾病阿巴达，阿巴陀这个不用我说了一旦生病了之后呢对禅修是一种很大的障碍。第九是读书干透，如果要读诵经典啊，背经典啊，要学教理啊，要研究教义教理啊，那这样的话他的心经常都是处于一种思维思索的状态，很难专注，这对禅修也是一种障碍。第十是神变，这是指凡夫的神通。如果一个人他喜欢神通，喜欢神变，这个也不好啊。对于特别是对修毗婆舍那来说，神通它是一种障碍。所以说，想要培养定力，先要破除，要去除这十种障碍。那这十种障碍其实呢，它对我们现在来说很多都是有帮助。对在家人来说，可能是住所就住在家中，这个是一种障碍啊，担心家人这也是一种障碍。如果说工作这个也可能是一种障碍啊。那疾病也是一种障碍，那这对于出家对于在家人来说，对于出家人来说呢，这十种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禅修的障碍。那如果想要禅修，就先要学会去破除这些障碍，去除这些障碍。那我们在这里再讲讲，对于禅修来说，除了这些障碍，就是总说
那至于住所来说呢，哪些住所是适合，哪些住所是不适合的？对于住所来说，如果太大的寺院，有很多的人，这个也不适合，因为太多人的话太吵杂，然后当你想要很静静的禅修的时候，会有一些人来干扰，这样的话呢，太大的寺院也不行。第二呢，是新的寺院也不好，新的寺院呢就会太多建筑的工作，如果你不去参加，别人可能会嫉嫌。那破旧的寺院也不行，在路边的也不行。如果附近有果园啊，有菜园啊，有田啊，这个也是不行。如果是在城市里面的，在村庄里面的寺院也不行，这样的话由于会太过多的人来人往，还有一些圣地啊，有很多人来朝圣啊，来朝拜啊，这个也是不好的。如果一个寺院里面，假如里面的住众不和合啊，吵架或者在争斗啊，人际关系不好，这种寺院也不适合禅修。在边界的寺院也不好，在边界例如在国界，如果一旦有打仗啊，那这样的话呢也不安心。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如果一个寺院里面没有导师教导，那这个是成问题的。因此在选修行的地方的时候，在经典里面讲到，拥有五个条件的寺院是很适合的。第一是它离托钵的村庄不远，对于出家人来说，他去托钵啊，他不由于不远，所以他可以很快就在早上可以来回。如果太远的话，他托钵可能都成问题。如果太近的话，由于太靠近村庄，村庄里的声音，特别是现在有些人可能会放音乐等等，会吵到禅修。所以呢，就离村庄不近不远，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白天不吵闹，晚上很安静，这个是很好的。第三呢是那个环境比较好，不脏如果脏的话，很多蚊子啊、苍蝇啊，或者很多蛇或者说有老虎那这样的话也不安心。第四是那个寺院那个住所要获得供养它不难获得袈裟、钵食、住所、医药的供养是不难。如果没有，你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吃的也是成问题，然后袈裟又穿得破破烂烂的，这个生病了之后又连药都找不到，这个是不适合的。第五个是所居住的寺院，他有可以请教的导师，有请教的老师。你在泛行生活方面，在戒律方面，在教理方面，特别是在禅修方面，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请教，而他可以善巧地帮你回答。如果拥有这五个条件的寺院，它就是适合居住、适合禅修的寺院。那好，那我们就讲定，今天就讲定的意思，讲定的分类，以及要想要修定先要破除的障碍，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明天我们再讲到修定之后呢，我们准备修定之后呢，我们首先就要先找一位导师。那先找怎么样的导师我们就在明天一起来学习了。那我下面大家请合掌，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伊当米布娘尼巴拉萨巴杰尤好度妈妈布娘巴刚萨巴萨达南
八戒蜜，地沙贝，美沙曼，布尼亚帕冈，拉潘都。愿我所做的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所做的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我所做的一切功德，与所有的众生分享。愿一切众生平等获得此功德。萨度萨度萨度。